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城寨有樂，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係啦，咁點算好咧？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是啦，要打破网台的纪录。啊，你想搞乜嘢？一集做四个钟。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逼。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叫劉進圖的世界 ，Kevin's World。咁劉進圖嘅世界，除咗佢自己私人嘅世界之外咧，佢個人世界仲有佢睇點樣睇個世界。咁頭先阿劉進圖提到咧話，喺廣英年代至到特區政府嘅年代咧，有重大事件咧都港督或者特首咧都會委任一啲人，好多時都係法官啦嚇，就會做一個獨立嘅調查報告。咁啊，呢個報告咧嘅建議。咁睇下政府係會唔會跟隨？咁唯獨咧，九二八雨傘運動咧，係冇委任到任何人咧，係做獨立調查報告嘅。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錯失嚟嘅。咁係咪佢你呢個冇之後咧，就話其實呢件事點樣？對唔住，至少我所想問咧，咁就喺最近咧，就阿胡志偉咧，據講就話冇經深思熟慮啊，即係民主黨嘅黨主席啊，冇經深思熟慮情況之下，噏咗話不如咁啦，九二八咧之後咧放曬嗰啲即係被捕嘅人啦，嗰啲黃絲帶啦，特赦嗰啲黃絲帶，以及特赦埋啲差人，包括七警同埋呢個朱經緯。嗱呢單嘢你又點睇咧？我想他的出發點就是想去締造一個有利於社會和解的環境。這個出發點是好的，因為最近是搞大和解，有這個跨黨派的跨黨派大飯局，由鍾國斌提出來，所以我說出發點是好的，但可能他不是很理解呢特赦這個權力啦，由來和運用啦。其實这个权力呢是由港英年代总督享有的权力延伸到成为基本法里面特首的权力呢，但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力任你自由运用的，它其实有一套的规章制度呢规范着来到使用的。譬如通常的特赦权是怎样运用的呢，就是说即是我们有一个长期监禁的刑罚复核的委员会，那就这个委员会呢就会定期呢去检视一些即是长期监禁的个案。通常如果建議減刑或特赦是基於人道的理由，譬如個囚犯是患了絕症，或者譬如他是少年犯犯案的時候都未成年，已經坐了很久監了。我用個字呢，我估十幾年前都去等待因為黃法樂嘛，法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嗰個所謂特赦權咧，唔係一個任意而行嘅特赦權嚟噶，佢係有規章、有制度、有先例、有準則噶。即係咁，你話如果
啊，喺呢啲規章準則以外嘅特色，喺我記憶中嘅歷史咧，就係70年代初期廉政公署成立之後，即係因為當時咧警隊咧貪污咧係結構性嘅，太過普遍，咁所以咧，如果你所有即係貪污嘅警察咧全部都檢控咧，個警隊可能要解散咗再重組。咁所以當時咧個港督採取咗一個特殊嘅措施，就係話未被檢控嗰啲，你嘛就既往不咎。即是一筆勾銷，但是將來你再犯呢就即係事必檢控㗎啦。同埋我記得仲有一個啊，當時阿麥理浩咧咁講，佢話咧若果係事情係個犯案係太嚴重咧，佢哋都會去查，繼續追究落去嘅。但係基本上就寬恕啦。1977年嗰陣，咁所以你睇下，譬如70年代，因為唔係寬恕係特赦，因為要建立一個廉政的公務公僕的文化，所以呢即係你要有一個咁樣嘅特殊的一次過嘅安排嚇，以至到咧後來咧即係變成長期咧，就係話針對嗰啲長期服刑嘅作出一個人道的特殊處理，特赦係咁樣用的，就唔係話啊而家有個政治運動喎，咁我過咗啦咁。我哋咧就想個社會咧擺低嗰個爭論同個撕裂，咁所以啊兩邊做錯嘅，我哋都唔檢控啦咁。依個咧就同嗰個我哋過去嘅規章制度咧就唔係好符合，同埋你咁樣做咧好容易開一個壞嘅先例，即係話個特首做一個酌情嘅政治判斷，哦依一個事件咧值得運用特赦喎，咁佢就去做特赦，咁咧依個對個法治嘅衝擊會好大嘅。哦，咁啦，好啦，而家即係。特赦你覺得個可行性係冇嘅？喺香港而家眼前呢個處境咧，即係有針對呢個雨傘運動嚟呢件事。嗰、那個雨傘運動咧，嗱有一啲已經係檢控咗並且定咗罪服緊刑嘅，有一啲咧仲係檢控咗就等緊審訊嘅，有一啲咧拘捕咗但係未檢控嘅，係嘛？即係單係要處理不同嘅人，如何能夠做到一個公平咧？都極不容易，係啊，因為你唔可以就咁講特赦作為一個概念，你要公平嘛，係咪先？即係如果唔係話，哦，點解赦佢就唔赦佢啊？咁你話啊，依個咧就好彩，佢未被檢控或者未被定罪，赦咗先。係，咁啊坐緊嗰個就唔好彩啦 ，sorry。即係咁，依個好唔公平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依件事咧，即係不能夠未經深思熟慮噶。即係特赦唔係一個輕率可以隨便講嘅問題，要嗱，你話調翻轉頭喎，如果你2014年發生咗運動之後，你馬上成立咗一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委員會經過深入嘅調查，將個真相咧公諸於世，咁然後咧社會大眾咧係有一個主流嘅民意，認為應該特赦，立法會又通過大比數通過決議支持特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行政長官考慮運用呢個特赦權咧，都還有理可據喎，你明白？如果冇一套咁樣嘅客觀機制準則咧，你隨便去酌情特赦咧，係對個法治衝擊好大。嗱，即係話冇一個獨立調查咧，其實已經咧係你冇咗公平行使權力嘅依據。係啦，係啦。嗯。喂，咁大和解你又點睇咧？啊，冇講完先，我有一樣嘢啱啱諗起嘅。關於話特赦或者放人咧呢樣嘢咧，特赦就一個好法律嘅名詞啦嚇 ，amnesty。咁啊，關於放人咧，原來1967年暴動嘅期間咧，根據啊金耀如嘅回憶錄，即係前文匯報副老總啊，叫金耀如，咁啊走咗噶啦。佢嘅回憶錄係講六七暴動嘅，其中部分講六七暴動。佢話咧喺六七暴動初期咧。原來港英政府是求和的，怎樣求和呢？就派人呢，派中間人找他跟他說，當時港英呢，他們是，他要渠道，他要怎樣跟你的左仔、左派呢，或者這個，中共呢，是聯絡，找了呢，《華僑日報》，那個老總叫做岑財生，岑財生，就有日去找金耀如，岑財生呢，就帶港督的 message，他是 Messenger，就話俾阿金魚魚聽，喂，即係後港英政府，即係政府咧就唔想你再搞落去，即係唔好再咁搞落去。
你哋可唔可以停止？嗯，若果你哋停止咧，我哋拉咗人全部放曬。嗯，咁啊，金耀宇咧係最後將呢個信息係帶翻去俾新華社嘅。嗯，但結果當然係冇聽啦。咁結果咧就係六七暴動啦。就是我哋而家今日所知道嘅六七暴動，啱啱今年係五十週年。嗯，港英政府可能都會用呢種咁嘅方法去處理。咁但係當時暴動進行期間啊，初期啊，你話呢個例子係咪如果通過咁樣嘅一個特殊舉動，令到中英兩國係達成咗個共識，嗯，令到香港社會係迅速恢復翻一個和平嘅秩序咧？咁我諗。即係香港市民可能都係會接受、會理解嘅。咁，嗯，但係我哋講緊嘅，即係你剛才講緊嘅依個一個好特殊、好特殊嘅情況啦，嚇，嗯啊！即係同今日嘅情況能唔能夠類比咧？我都有懷疑啦。啊，我估就唔可以類比啦。咁，啊，因為咧，我睇過港英時代嗰本書咧，嗯，可能唔止佢一本書講，但係咧，嗯，我係喺亂書裏面收到一個訊息，就係話，嗯，港英政府咧唔係完全等於倫敦政府，嗯，港英政府嘅利益唔係完全等於倫敦政府嘅利益，嗯，而港督嘅自主性咧係相當之強嘅，嗯，啊，咁好多時係有啲港督嘅決定咧，未必倫敦係同意，港督都會實行嘅。嗯，而港督咧好多事務咧都係終極嘅決策人，不一定啊，有好多事務唔係全部。咁仲有一樣嘢咧，有啲人話我睇係一個好大嘅誤導啦。而家呢啲人啊，即係深藍嘅人士講話，其實而家特首嘅權力大過港督，呢，這個唔係真嘅。嗯，港督是三軍總司令，港督的權大過特首，這個是，嗯，但是這樣的比較沒有很大意義，嗯，因為不要忘記在殖民地年代，港督雖然好像憲法上獨攬大權，嗯，但是他是受制於英國下議院，英國有一個民主的議會，是，啊，這個是不同的之處，啊，這個包括就是廉署成立呢，嗯，就是其中的原因就是英國的電視台，嗯，在香港拍攝到香港的差人呢就收規，嗯，就收錢收黑錢，咁喺英國電視台播出，咁英國的反對黨啊，當然群起而攻之個執政黨啦，係造成呢個壓力。咁我估當時其實佢都想做啲嘢㗎啦。咁英國嘅民主國家壓力咧，係喺點講 trigger 咗。trigger 咗香港呢，這個殖民主政府咧要成立呢個廉署。嗱，可以類比的地方是話，今天做行政長官的人，嗯，不論是梁振英先生也好，不論是林鄭月娥女士也好，在他處理民主派、非建制派的關係上面呢，他都不是完全自由自主的，嗯，他也都要考慮中央政府的取向、取態，嗯，譬如最簡單就是是不是返返回鄉政給某些泛民主派人士，嗯，不是行政長官的決定來的，啊，當中央政府的決定來的，嗯啊，那能不能夠就是雙方都採取積極的步驟而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呢？就是不是一個雙邊關係，其實是一個三角關係來的，嗯啊，我會講得會多少點，就算是阿爺，嗯，即係中共咧，好多人都講話係中蘇嚟嘅，嗯，啊，佢唔係一個 decision maker， 而係有好多派。咁我唔知嘅，佢哋跟著邊一派，太複雜啦，可能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好多人都係咁講話，唔係單數，係中蘇嚟嘅。咁令到香港咧，這個特區政府咧，有好多嘢咧係唔可以作一個終極嘅決定。尤其是政治事務，所謂政治事務最大一件事最近的就是當然是八三一，當然是雨傘運動，嗯嗯，你怎麼回應？事物有兩方面的，即你提到那個八三一，咁講我確實對香港政制發展一個很大的約束，很大的局限。咁但係，譬如喺佔領運動爆發初期，你都記得頭嗰幾日係傳出好多嘅風聲，言之鑿鑿話喺國慶節假期結束之前就要武力清場噶啦。嗯，電視鏡頭影到咧嗰啲
即係彈藥啊、槍支啊都運咗入去，即係政府總部啊、特首辦啊咁、甚至咧一度都掛嗰啲紅旗出嚟嚇，係話可能開槍。你要去，你要炸開，否則我就開槍啊！咁但係到最終，即係特區政府係保持咗克制，冇開槍嚇。咁、亦都有消息話咧，依個係中央政府落嘅命令。是約束住特區政府，點解呢？因為如果一開槍，你嘛，即係就算俾你驅散到群眾都好啦，你槍聲一響咧，資金就會外流噶啦，股市、樓市就一定大跌噶啦。咁、到時損失最大嘅係咩人呢？中共係所有喺香港你投資嘅有資產嘅人，咁、包括本地一啲富人，亦都包括內地好多富人，包括嗰啲高幹嘅親屬啊、朋友啊、富商啊等等。咁、所以即係某個程度上面嚟講咧，依、這個又係一個制約嘅因素。即係話要維持香港嗰個社會嘅穩定，即係依一個係對於特區政府、對於中央政府嚟講咧，係一個制約因素嚟。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要保住，这个是制约因素。你想想为什么隔了一条深圳河、即是隔离那边，即是你 Facebook 又看不到、Google 又不上、YouTube 又不上得、很多资讯看不到、喂，深圳都是金融中心来的、是国自己出国内的金融中心、是两个我们会日日都听到的要报去指数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隔了一条深圳河，香港这个金融中心Google 又要容許， Facebook 要容許， YouTube 要容許， Bloomberg 要容許，全部都要有呢？是因為你國際金融中心嘛，是不是因為北京很喜歡這些資訊自由流通，是不是因為他很認同我們那套新聞自由、資訊自由的理念，而因為他知道你要做國際金融中心，你就要容許這些資訊自由流通、你不可以刪了它。所以這個就是就是因為要做國際金融中心，所以構成了一種制約。構成了一種制約。我們不要忘記，即是84年簽聯合聲明的時候，當時的一些制約，譬如當時中國七成的貿易境外投資經過香港進行，即是說大陸經濟靠香港支撐發展，當時很想用香港一國兩制這個模式向台灣展示，即是吸引台灣和大陸傾，即係和平統一。當時中國好緊張國際輿論，好希望爭取國際輿論嘅支持，因為中國喺國際上面咧話語權仲唔高。今天呢幾個因素都冇曬啦，都冇曬啦，係冇曬啊！咁所以話，即係點解即係基本法裏面所規定嘅東西，即係而家會得有好多係重新再詮釋。重新再演，譬如咩叫愛國者？84年10月3日，鄧小平見香港代表團嘅時候講愛國者，你明嘛？愛國者治港佢係咁講噶，即係咩愛國者啊？你只要支持回歸，即係回歸，你明嘛？就愛國啦！你信資本主義又得，社會主義又得，奴隸主義都得，係你明嘛？而家佢講到明嘅喎，港人治港，你明嘛？即係左邊嘅一定要有。右派的一定要有，不過最好中間的佔大多數，那大家就心情愉快一點、一國兩制就實踐順利一點。今天呢，這些中間佔大多數啊，左派要少數啊，沒人再講的了，沒人再講。你看看眾諮詢委員會委任什麼人下去，入去就知道了，就變成全部都是所謂愛國者主導而那個愛國者呢，就是收窄了的定義非常之窄啦、我知道你老哥咧就好客氣啊，好温文爾雅啊。咁你話我會用咧，就梗係近親繁殖。唔係，但我想講咧就係依啲嘅轉變咧，你要睇到佢係有啲深層次嘅原因嘅。嗱，第一咧，個原因就係剛才所講啦，客觀環境變咗啊嘛，佢經濟已經崛起咗啦，佢完全唔需要靠香港。嗱，佢喺國際上面好有影響力，而且佢都唔再在乎香港係咪可以對台灣產生作用啦。啊！呢、這個就係真，呢、這個就係真。但係香港嘅作用咧，係佢講唔出口啊嘛。但係佢講唔出口啊。但係咁唔表示佢完全冇咗制約作用喎。因為點解咧？仍然有一啲有效嘅制約，譬如國際金融中心係一個制約。嗯、我哋有一個獨立嘅法治制度，呢、這個係一個真實嘅制約。佢需要嗰個 endorsement 啊。
啊、進和出的他的資金無論見得光或者不見得光那些。所以我們看譬如我們在傳媒行業即要看新聞自由的前景，你說新聞自由還有什麼前景，如果你說還有抱有希望，你的基礎在哪裡呢？那個基礎就是說如果香港繼續能夠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資訊能夠自由流通，那我們就仍然有一個客觀的基礎呢去提供自由的新聞資訊。嗯，好啊，你這個這個絕對同意啦，我估中共是知道的，北京是知道的，他不說出口就有些事。香港某些左派人士或者深藍鴨那些事呢，我很懷疑呢，是不是這個中共中央真的這樣想，但是呢他有其他，但急到似層層，但是我懷疑中共中央是不是真的這樣想，但他會有其他的方法的，即雖然制度不變，譬如舉一個例子，回歸初期你可不可以想像到大陸資金公然來香港收買香港媒體、啊、不會發生的、嗯、你明白嗎？因為有很多公然，你說公然，但暗地裡呢他透過第三者或者啲紅色資本家或者是半紅色資本家他們有做亞洲電視的例子啦，是的、嗯、但他不敢公然嘛，不公然、啊、但現在呢冇約束、冇顧忌噶，譬如馬雲買南華早報係公然噶。係、啊、最近嗰個內地公司咧提公開提出收購邀約，想買無線30%股權咧、啊，公開噶，係完全冇任何嘅約束，冇任何嘅顧慮嘅。嗱，你講緊1984年簽聯合聲明嘅時候咧，有幾個客觀嘅因素要睇噶。第一個咧、嗯，當時嘅人民幣唔係 hard currency、嗯。可能好多人而家唔知道咩叫 hard currency。黑客人士即是說國際流通的貨幣、嗯、而1984年那時候呢、今天都還未國際自由流通、啊、但相對地有些國家都可以用、啊嗯、可以用、啊嗯、但是它未完全，但有東南亞國家很多都是可以用的，包括香港都是其實可以用人民幣，有些地方買東西都可以用人民幣。1984年所有共產國家包括前蘇聯、東歐集團等，他們全部的貨幣都不是黑客人士的，但起碼今天人民幣呢它已經接近 hard currency， 它不用靠你。第二，2001年這個大陸入了這個 WTO， 它經濟急速發展，可能、啊、這個是鄧小平到他死一天都沒有想到的、嗯、鄧小平當時他是知道個形勢是怎樣、嗯、他亦都我看他真的見過世面的人來的、嗯，他呢不會去到他找，他知道找左仔治香港，即是左派治香港一定死硬的了、嗯、所以他有一種務實，他亦都有一種謙卑。我想鄧小平沒有估計到呢會有大量的國營企業來香港買地起樓房，我看一定估不到，到他死的日子都沒有想到。阿湛、啊、你說了事物的一邊的道理、啊嗯、但是事物的另一邊，譬如剛才我說了國際金融中心啦，獨立的司法制度啦，嗯，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制約因素叫互聯網、啊、你是互聯網。譬如在我們入行做新聞的年代，如果你說一個普通市民你想發表自己的意見，你是你唯一的渠道呢就可能打電話去電台希望博到入去講兩句啦，或者呢寫封信給報紙希望那個 letter to editor、啊、給編輯的信呢會登出來啦，如果打不電話打不通，或者個編輯封信被人投籃呢、啊、你就發表無門的了，是不是？今天不是咯，你哇你看這些網上的直播還有你看夠快找這樣的東西就可以了，是啊，即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呢去發表、嗯、即言論啊、意見啊，你明白嗎？即是那變成一個這樣的即是空間啊、嗯、這樣的即是機會啊，在以前是沒有的，是、啊、所以我覺得即是我們看香港的現況與前景的時候呢，我們要看到冰天雪地日落西山那邊、嗯、這個必須要、啊嗯、即如果不是我們很容易盲目樂觀，但我覺得我們都要看到那些即有利於去爭取去維護核心價值去努力、啊、即做回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亦都有一些有利的因素是仍然存在的，所以我覺得不應該是徹底悲觀。
啊、我冇徹底悲觀、嗯啊、不過咧，我只覺得呢個世界好多人冇講曬真話出嚟啫、嗯。一啲日日話香港再冇用嗰啲咧，我覺得佢係咪講真話咯？香港其實對中國仍然係好有戰略價值噶。嗱、啊，即係遠嘅唔講啦。譬如如果中美關係一交互、嗯、香港嗰個橋梁緩衝嗰個作用咧係好緊要噶。係，譬如你講遠少少，你話啊一帶一路。咁、嗯、呢個國策啦，好明顯。係。咁你一帶一路，你諗下咁多唔同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嘅國家，如果發生咗摩擦、貿易摩擦、投資摩擦嘅時候，要仲裁，去邊度仲裁啊？係。香港係最好。一半西方嘅地方咯，半西方。儘管中國唔會承認，但事實上佢係半西方、嗯。而香港而家咁嘅情況，頭先講咧，資訊流通、法治啊等呢樣嘢咧，其實對中國或者中共政府係有利嘅。是啊，但佢唔會講出口，唔係淨係啲左仔出嚟講話香港冇乜作用啊，會取代，我唔相信啊。咁講，左派裏邊都有人頭腦清醒，係睇到呢啲戰略價值嘅。譬如曾鈺成，你話睇唔睇到？梗係睇到啦。啊，同埋最近有一樣嘢比較緊嘅、嗯，就話七警判入獄咧，係啱啱啊，咁啱得咁巧啊，係、嗯、原來咧係呢個英國法官啊判噶嘛，咁啊掀起一個反外國法官潮啊嘛。話要趕走外國法官啊，點點點啊！但係好快，呢啲聲音係 silent 咗嘅。嗯。而講呢啲嘢嘅人咧，我唔知道背後有冇人慫恿佢講，還是爭言論自由啊？我送言論自由，你可以噏嘅。但係咧，當時咁講嘅形勢咧，包括一啲所謂 educated class 嘅人都係咁噏咧，我相信就未必啊，完全係純粹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可能有人慫恿佢講啦。但係好快，呢種聲音係制止咗嘅。梁愛詩後來北京講嘛，呢啲問題唔應該牽涉到種族問題嘛，嗯，即係話其實中共中央高層已經睇到咁樣搞落去唔得掂。我諗梁愛詩頭腦係清醒嘅，佢知道如果你連即係法官可以任意辱罵，司法尊嚴可以隨意踐踏，你嘛？唔係抽你個種族出嚟講咧，冇咗司法獨立呢一個定海神針咧，香港社會就亂㗎啦。變咗暴民政治㗎啦嚇，咁你到時唔好諗對經濟投資冇影響喎，一定有影響。係有影響，即係凡仲有一樣嘢咧，以前節目我都冇講過咁。你講開外國法官呢樣咧，係啊，香港真係好多外國法官嘛，因為呢個普通法啊嘛，即係比例唔係而家其實已經我唔熟，即係經過本地化嘅，其實而家個比例已經去到好少嘅啦，去到好少啊，但有個機制。是常會 recruit 啊，或者係咪會借嚟洗下咁嘅咧？交換嚟用啊！終審法院有，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有一啲係海外嘅，譬如澳洲啊、紐西蘭啊、英國嘅大法官，即係佢嚟咧係做好似一個客席嘅，即係咁，但係五個裏邊嘅一個。是但你说常任法官呢，无论上诉庭、啊、高等法院、啊、区域法院那些都是本地栽培出来的、哦啊本地栽培呢就是说前殖民政府呢是有在这方面呢是有努力去本地化咯，不是只是特区政府开始，前殖民政府是90年代、开始即是踏入后过渡期啦，本地化的步伐开始加快啦，但是就算你计97年回归開始做起啊，到而家都20年啦。係，不過咧，要講啊，講開香港咧，就唔可以唔講澳門嘅。嗯，其實如果你話當即係喺大概兩個月前咧，話要趕絕洋法官咧，唔該澳門睇下咯。澳門啊，大把呢、這個即係西人法官啦。一澳葡政府喺本地化咧，佢所落嘅努力啊，做得太少太遲啦。尤其是喺司法同埋法律界，我覺得個焦點唔應該放喺洋法官定係華法官。一定要放翻喺咧，到底嗰個判刑嘅決定